李元清的这个节奏也蛮快的，变化球过来，拿着变成了电风扇，遭到了三振，一出局。富邦悍将的打者已经是跨局连吞了6K 了。来到第四轮的进攻，第三棒的打者开始3、4、5、6、7，滚地球出现，结果打穿，有上垒，有机会。现在周家乐敲出了单场个人的第二战打，要来开启富邦悍将在九局下的最后反，放大一些。二垒方向不太妙，传游击赛往一垒送，再见双杀，结束了这场比赛。中场中英兄弟以8-5三分之差，把富邦悍将在这个系列赛里面剃光头啊，三连胜的富邦悍将，那团队则是进账了5连胜。中信兄弟本周5连胜，完全没有输过球，那富邦悍将则是吞下了团队的4连败。那这场比赛的话，胜利投手是郑凯文，在第8局非常精彩的好投。那高宇杰是胜利打点，在9局上打出了一个制胜的3分炮。再来看一下这个再见双杀4-6-3，真的是无情的冷水又泼在了富邦悍将的身上。因为他叶子挺的方向就是往右边攻击嘛。休息一下，待会再回到赛后讲评。官方 YouTube 频道，还有锁定我们的 Podcast 兄弟你来说。